视频好了没？视频怎么样？嗯，美颜在哪呀？给我整不会了，真的。啊、嗯，这个就好了。哎，哎。哎，兄弟们，哎，找到了，哎。好多了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好多了呀？好没好点啊？噔噔噔，哎呦，心迷宅，好像好多了哈，不像刚才那么逗了。大白头和小嘴不像你了，我嘴没动啊，我感觉他这个美颜加的有点不像我了哈。谢谢我新米仔的小礼物，太好笑了。就他为什么横屏是那样子的呢？怎么的，横屏主播就不配用手机直播是不是？这个太好笑了，这个。谢谢我新米仔的金疮药。眼镜拿掉，我眼镜拿掉，这有印儿啊。眼镜拿掉，你们就不认识我了。我还是得戴上点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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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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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欢迎33905。欢迎我所罗门主，欢迎大白，晚上好啊！我看看他这个妆容啊，这好像是鬼啊！那算了吧，滤镜来一个。这怎么样？太白了，设定不一样吧？它就是你说竖屏它就还能看，横屏就整个一大连怪，你说这什么鬼啊？这是，你说哪有这样的？你说，真的这个横屏我必须给个差评，我觉得可太土了。哎，我醒睛啊，滤镜不好看。滤镜不好看啊，没有啥好看的。噔噔噔噔，我刚才去跟家里人吃饭去了，刚回来。恭喜神之叹息，恭喜你的粉丝牌升到了15级。噔噔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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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饭吃了没？吃了，嗯，刚吃完，我爸我妈给我送回来走的。哎，冉冉炎炎。欢迎百年祖传白嫖，谢谢你的小礼物。噔噔噔，我看看我直播间现在是啥样的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
真不像是吗？不像我了，不像我了。那刚才那样像我了。哎呀，得用美颜。我发现了，这个手机美颜还是牛批，真的牛批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兄弟们来一下啊！哎呦啊！还有一个啥来着？这都哪来的这种？很土。但是很有意思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欢迎浅浅麻友。我咋后悔了？不一起住吗？送回来又走了。我妈本来说要今天陪我来着，但我说我晚上回来还在直播啊。嗯，他们得去山上，山上有羊驼得管着。嗯，噔咚咚咚咚咚咚噔，欢迎天赋点错了，欢迎以落解千愁。明天我估计我直播的时候，你们就应该能见到薛哥和王姐了吧？哎，我今天你说我赶着日子回家回的。本来我寻思说我回家一天我爸妈能陪我时间长一点，回来一天那不还把所有时间都得给我啊。结果你说巧不巧，卖羊驼的刚好明天来，买羊驼的明天来明天来，我明天就在这待一天啊，然后他明天来啊。明天大概啥时候开播？中午呗。嗯，中午正常时间开播呗，看看那时候我在干啥。就很难受啊，就好难受啊。哦哦，欢迎天一飞。嗯，羊驼。好看吗？这个？王姐薛哥的档期了，嗯。我还寻思呢，看看要不然的话，下个月再回来一次呗。一个月回来一次还是挺好的，机票打折的话也不贵，嗯，然后觉得还挺方便的，可以下个月再回来一次，一个月回来一次我觉得也挺好。今天不弹琴了，没有琴啊。欢迎第三方交通委。大雾散去，无知真迹。我只在这等着你。欢迎 Happy， 但是回家了之后就感觉好舒服哦。下了飞机就觉得说，就感觉特别舒服的感觉。今天是99个，后天的办卡，谢谢你的办卡支持，就觉得特别好。嗯，到家了，我到家了。我给你们看啊，我发现王姐啊还画了个画。王姐最近在学画画，这是她学完之后画出来的，好看吧？嗯，到家了。感觉王姐还是挺厉害的啊，自己找的那个就是网上那种就是教程啊什么的，然后就有那种收费的课，就买那种课学的。挺牛的哈，但是我想画一个，然后给他调包。
你们觉得怎么样？你觉得明天看到之后他会啥反应？是不是啊？我也感觉王姐很厉害。欢迎肥宅，他这还有好多纸呢。你果然不能播手机，咋了？很丑啊？哎呀妈，你还没看横屏的，没给我吓死，那大脸。而且横屏那个美颜真的我都要笑死了，你大脸盘子一个屏幕放不下，你想死吧你？会不会聊天？噔噔噔噔，你怎么这么招人烦呢？怎么这么不会聊天呢？说谁大脸盘子呢？欢迎二五仔，谢谢谢先生的小礼物。您在哪儿？我在家呀。谢谢我天边的大气。真真真真。再说我离得近，我离远点就好了。噔噔噔噔噔。再到一个方向盘，多损呐！啊，多损呐，多损呐！熊猫说：“你把我十年的笋都吃完了，太缺德了！”再说我脸像方向盘。噔噔噔噔，丢了你。噔噔噔。欢迎小纸佛，我也想打个盛世美颜来着，奈何你这脸老是出框，不对焦。你别说话了，一句不想听哦，一句不想听，听不下去。谢谢幺七的荧光棒，咋的？大脸盘子不配直播呗？啊，大脸盘子不配，不配，不配用手机直播是不是？不弹琴吗？我今天没有琴，嗯。所以就只能跟大家这样聊聊天。忠言逆耳啊？不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，说的都是谎话，不是真的。哎呀，谢谢我西恩子福的心动飞机，谢谢，感谢秀子福的飞机，谢谢秀子福的飞机支持，感谢老板。扛六十八级两圆脸，你去听听听听，这说的这是人话吗？啊，大哥糊涂，大哥才不糊涂呢，大哥大哥英明。噔噔噔，说我是大脸盘子，你们今天真的是说我是大脸盘子，还说我是方向盘，我记住了。噔噔噔噔噔噔，你是不是被吓得点错了？你做个人吧，你不爱看你就走，缺不缺德呀？说话你，你脸小啊？我要气死了！我要气死了！这是怎么一直说我脸大？怎么就吓着了？我怎么的了？我就把人吓着了。欢迎我别爸爸啊，真是法子啊。生啥气啊？他们说我脸像方向盘，还说我这大脸盘子果然不适合用手机直播。太过分了。噔噔噔噔 噔, 噔，我进来了。 Hello， 欢迎阿莫在飞，欢迎小山子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今天咋手机了？因为我今天回家了。嗯，我在老家呢。为啥没开播提醒？还是呢？我看看啊，我能不能发一个。
没有。王姐呢？王姐回山上了。嗯。哎呀，谢谢姚，谢谢。哎呀妈，这个特效啊，这个特效原来是这样的。谢谢幺七的小恶魔，谢谢，感谢幺七，谢谢我新进的小小学徒。哎，没看见我刚才横屏的，刚才横屏给我吓吐了都，太好笑了。谢谢我新进的小小学徒，谢谢我比巴豆，当当当当当当当，谢谢我比巴豆的四张音乐卡，谢谢。咚咚咚咚咚，谢天飞的大气，谢我新进的幸福券。咚咚咚咚，欢迎流浪游人。噔哒哒哒，欢迎异乡人。恭喜我新金获得心动飞机一辆，谢谢我新金的心动飞机，谢谢，感谢我新金，谢谢我新金，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，很优秀。哎呦，所罗门主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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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在家待多久啊？我明天晚上就回去了。嗯，我不过年没回老家嘛，然后就回家看看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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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欢迎流氓兔。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，只是你忘了。对，就回去待一天，因为不能耽误直播时间太长了。嗯，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。我爸说呢，这回来时间也太短了，你应该多待一会儿啊。走过路过没遇过，转头转头还是错。谢鲁芒兔的荧光棒。在开口，不是之前说回去一次吗？过年不是没回去吗？对不起，屏幕确实有点大，那没有办法呀，那除非就是我再离远点儿，那我离远我就看不清你们弹幕了呀。嗯嗯嗯嗯，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。哦，我今天好容易生气，不是我脸大，我就想生气，不是说我脸大。我真的生气啊，忘了。走过路过没遇过，回头转头还是错。欢迎请叫我随风。难道的对不起，没有啊，就很烦躁。他为什么要一直说我脸大？说我脸大的自己想想自己脸大不大？说人脸大，你脸小，烦死了。欢迎胡和江。就是脸大有福、啊，
噔噔噔噔，那你拿点零食吃了。我爸太了解我了，刚才就回来的时候，我爸那个特意开到一个超市，然后停一下，然后说：“姑娘，走。”我说：“干啥？”“给你买点水果，买点零食。”我说：“不用。”我说：“这不吃饱了吗？”说：“是啊，但是你还是要买点，万一你半夜你又饿了呢。”完了我就突然就很尴尬，我说：“哎呀，我说不会，我说我吃这么饱，我说我晚上怎么会饿嘛？那你拉倒吧。”然后就整个在超市就一直在说：“哎，香蕉吃不吃？橙子吃不吃？芒果吃不吃？”就一直在问这个吃不吃，那个吃不吃，桃子吃不吃？我说不用不用，哎呀，真不用。然后拿了一盒泡面，还有一个香肠。我爸说：“那薯片吃不吃？”我说不用。我说我就是拿着备用啊，万一要是就是半夜真的饿了，我说有方便就行了。嗯，因为我们家这头的话半夜它是没有外卖的。嗯，比较少，特别少。这个很懂啊，对不对？他的女儿吧，他当然了解，他是属于特别了解。谢谢匿名的老友的棒棒哒。哎呦我天哪，我手机快没电了呀。原来今天好低，那一个人在家在山上好玩吗？我没上啥。嗯，我在家里呢。当当当当，欢迎旭仔，欢迎叶秋。给你们看看啊，给你们看看王姐的这个，王姐的画，自己还写上，看见没？2021年1月18号，王姐画了个樱桃。然后最让我觉得惊讶的是，王姐竟然就是有一个这个什么，她拿了一个那个。他竟然买了个这个，特别逗。哎，这有个王姐和薛哥哥的那个结婚照，给你们看一下啊。王姐年轻的时候是不是还挺好看的？再给你们看薛哥啊，也很清秀嘛。就是眼睛稍微小一点，我跟你说，真的，薛哥眼睛是真的小，真的小。但王姐还是挺好看的哈。这个是我上大学的时候，然后那个同学送的。我们那个时候音会啊，就不送花，基本上都送那个什么，都送那个叫什么，都送娃娃什么的。王姐不在家，偷摸试一下她的假发。跟爸爸一样，我不是像不像王姐吗？我还是像王姐多一些。完了，架子要倒。我操！我操！等会儿啊！等会儿，我屏没碎吧？天哪！这玩意儿怎么这么松啊？屏要碎我就完蛋了。我这手机没买那个什么，没买那个叫啥，那个什么险啊，就这样了。你说王姐还挺会研究啊，啊，这么老长，这么老长。但是我戴上之后就感觉有点脑袋小啊，是咋的，不太好看。有点有一点点怪怪的，说不上来。该放回去吧，该放回去。等会儿，不成不成，怎么溜了溜了？啥？你们在说啥？真的，他想换新手机就直说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不能，
告状告啥状啊？怎么能告状呢？不行哦，给你们看看那个王姐这个狗。哎，真的真的画的挺好的，是不是？但我觉得最搞笑的就是他为什么每一个他都要写上王姐这两个字，就大家都叫他王姐也就算了，他为什么要自己叫自己王姐？伊春王姐是不是挺好看的？你们仔细看，是不是？他这能不能拆下来呀？好像能，好像能。我们拿他的纸重新画个狗，然后咱把他这个狗给他调包吧，怎么样？是不是个好主意？他这有老多这个本儿了。我们给他那什么，我们拿这个给他画一个，然后重新给他调。呀，我这纸有点大呀，我会挨揍吗？我应该不会吧，应该不会吧。哎，我都多大了还揍我？哎，我都多大了呀，我都20多快30了，那还能揍我吗？不可能。给把这狗吧，把这狗给他换，偷摸的。等我啊！不行，我得离你们远点，省得你们看着我这个红色的这个秋裤。我穿了王姐的这个，我穿了王姐的这个裤子，好看吗？啊 ，LV 的那个，哎，这是 LV 吗？不是，啊，上面写 HK。LV 的标带上面写着 HK， 然后上面一个米老鼠，有点东西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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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兄弟们，让我们操作正式开始。当当当当当。这胳膊是真的粗啊！都告诉你们了，我现在胖很多了，怎么回事？今天怎么的？他妈的人身攻击没完了！再说我，别说我，我就长这样，我现在就是胖。别说我，我会瘦下来的，但他是有时间问题的，他不是说你说瘦就能瘦下来的。别说我了。噔噔噔噔。今天咋回事啊？又说脸，又说胳膊，又说啥的？这怎么的呀？胖怎么的？是他们什么原罪是咋的？不能胖啊，没资格。真烦！我要开始临摹了。别说我，说我也胖，我就长这样。这上面没有瘦身，也没有那啥，所以没办法，就只能长这样。我也不想。我要把王姐的这个狗啊，看看怎么画的哦。等一下啊，
咋的呀？这不很像吗？这不在照葫芦画瓢吗？不能说一毛一样，但是我跟你说八九不离十吧，对不对？不当留恋。整破了，怎么样？有没有那个味道了？把旁边也涂满，把旁边涂满就完成了。让我们把它拆下来。不错了，这玩意儿咋拆呀？哎呦我，哎，不会拆坏了吧？我跟你说，真不错。啊，对，签名。2020年3月22日。呀，阿果，等会儿啊，我手机马上没电了，我先去拿充电器。30秒关机，等一下啊，很紧急啊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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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